相对来讲，2006年也不错。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城市，陈晓是合肥，丽颖是河北，河北，我们俩是老乡。哦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两个城市都水土真好啊，是吧？那个谁的，矜持点儿，声音太大了。对，两位初恋是什么时候啊？这问题特别不挨着。两位，这是我的风格。今天天气挺好，来二两包子。小丽，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吧。是同学还是老师？同学，就那个时候就是。不会，就很单纯，就可能暗恋，很想看到你，或者很想跟你在一起玩。这是谁呀？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同学，同班的。对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，会对他有好感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举动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一群朋友就是拉着他一块儿去玩，或者是想办法放学的时候可能一起走啊，或者还但都是没有两个人的时间，你都是一群人。最后这个初恋你并没有是告诉他，或者你们俩没有真正实际意义上表白都没有，有吗？没有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挺奇怪的哈，我不知道别的女生有没有这样的那个想法，就是你那时候小时候就很莫名其妙就喜欢一个人，就很喜欢看到他，但是当这个人说喜欢你，或者是你们传纸条他说喜欢你的时候，你就立马